佬，阿爸佢突然间过咗身啦，你过唔过嚟睇下佢啊？喂，俾翻啲钱我啊！放手啊！呢啲系我同啲仔女最后嘅饭钱啊！你唔通想我哋饿死咩？咁你想睇我俾啲大鹰斩死咩？呢个系最后机会啊！放手啦！唔好啊！唔好走啊！你唔好再赌得唔得啊？感謝主賜豐富的飲食，求主祝福潔淨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吃飯？又是吃這些？記住，凡擺在桌面的食物，我們都要存著感恩的心享用啊，知不知道？是啊，老公，你覺得怎樣？什麼覺得怎樣？你爸爸剛剛走了，你真的沒事？他經常都不在家，回來只懂得拿錢跟媽媽吵架，家裡經常都被大魚籠追債。那所以你很生氣？也不是的，我覺得爸爸也挺愛我的。我記得小時候他帶我去公園玩，我沒有見過爸爸帶哥哥姐姐去玩的。有一次更好笑，他帶我去一個地方，原來是他吸毒的地方，我看著他吸毒，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帶我去。唉，不要說。喂，潘諾，我跟你說過多少次，不要掛著經常吃肉不吃菜，你的成績怎麼會好啊？不吃菜關我讀書什麼事啊？你不吃菜身體就不好，身體不好讀書就不好。是啦是啦，你说什么都啱晒㗎啦，什么都我错晒㗎。你现在什么态度啊？我吃饱啦。你同我企度坐低，大家未食完饭啊，你同我坐低啦。好锡对仔女，成日都抽时间陪佢哋。但你同佢哋讲亲嘢，唔系话佢呢度错就嗰度错，佢哋会好辛苦噶。咁唔通我见住你做错，我都唔出声，好似你一直咁样忍佢哋，呵佢哋咯。咁系人都会错噶啦，唔通我忍下包容下，又系我嘅错啊？咁所以佢哋成世都系咁样咯。我都唔同你讲啦，你中意点啊点啊。好啊。真的觉得自己没错？我都是为爱仔女，我才说他们而已。如果他们肯认错，肯悔改，我就原谅他们咯。那你愿不愿意认错和悔改啊？你的意思是，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找其他女人了，神你不是已经原谅了我的了吗？但是修翁他还未有机会原谅你，你跟他说吧。Marie， 我又跟Eben吵架，我真的顶不到他的脾气了，他经常都是这样，我可以怎樣啊？真是辛苦你了，不如你和Eben都來參加教會的夫妻營啊，給神一個機會去幫你們嘛，好不好？
孩子，我是爱你的神，我知道你面对自己的罪非常无力，但是无论你错成点，我都爱你，接纳你，不需要逃避。神啊，对不住，为什么你还可以接纳一个这样的我？我太差了，我都接纳不到我自己啊！神啊，对不住，我太差了。伊Ben，老婆，对不住，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是。老婆，我对不住老婆，对不住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神早几天叫我原谅你，你说吧。老婆，跟你结婚之后，我还有标记，就变成女人。老婆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啊。我原谅你，老婆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咦，系喎，老公就嚟父親節，你想去邊度慶祝啊？留喺屋企，一家人睇電影都 OK 啦。哦，好啊，爹哋你想睇咩戲啊？我哋預備定到時睇咯。唔使啦，就睇而家播緊嘅音樂節目啦。嚇？你不嬲都唔睇呢啲嘢嘅喎？你話浪費生命同時間啊嘛？唔係啊，我而家覺得幾好睇喎，同埋最緊要你哋中意睇啊嘛。嚇？阿爸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没事啊。哦，好了。啊，阿仔阿女啊，不要看着了。爸爸有些事想跟你们说。爸爸很想跟你们说对不起。我一直都不懂做一个爸爸。我不知道什么叫爱。也都不懂爱你们。以为对你们要求高，提醒你们，纠正你们，就代表爱你。但爸爸知道这样对你们造成很大压力，令到你们很辛苦。爸爸很想跟你们说对不起，你们可不可以原谅爸爸？当然可以啦，阿爸，我们原谅你。咁你最想要咩礼物啊？你买咩俾我都开心嘅，
唔需要买啲贵嘢噶啦。放心啦，贵嘢我哋都买唔起。不如潘乐你作首歌俾爹哋啦。都好啊。需要你闯天做地，感谢你一直都会喺屋企，感谢你一直都不离不弃，感谢你仲喺呢度扶持我哋。话咁快就已经咁多个年头，你唔讲嘢，等我成日皱眉头。你有型有情，仲中意睇电影，永远电影刘德华个个发型。My father， 我嘅父亲，你净系你让我出生。My father， 我嘅父亲，你永远唔怕冻亲。My father。借你的大刀大刀。